哈哈哈，被我逮到了吧？看你往哪跑！今天就给小粉丝来道爆炒泡泡兔，不加油不加盐，原生态更健康。别想着用美食诱惑我，本公子可不吃这一套。太残暴了！看我360度无死角死亡缠绕，劝你别做无谓的挣扎。怎么样，绷不住了吧？没关系，允许你可以叫出声来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接着盘这条恐龙蛇王，吓老子一跳！小心一点，穿过缝隙，成功拿捏。吸血鬼蛇王也不甘示弱，也想要切磋一番。没问题。放马过来吧！就是这条名字是唐三小五的恐龙蛇王，天天欺负我的粉丝宝宝们。看我不打的你屁股开花。我们不着急，玩的就叫一个心跳。哦，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恐龙蛇王嗝屁了。同款游戏就在左下角，点进来我们一起玩吧。以后不管是谁敢欺负你，一定记得告诉我哈，我来帮你报仇出气。好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